亲爱的，我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？嗯。这什么呀？我给你买了个包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吗？你不用给我买礼物，你买这么贵的东西给我干嘛？我就是看你最近比较辛苦，就给你买了。好吧，那你既然买了，我就打开看咯。我知道呢，你是不会让我乱花钱的。你平时对我那么好，不舍得我买贵的东西给你，所以呢，我就去旁边的店给自己买了个包。